大家，这个是强尼，这道地的台中人。Hello。今天呢，强尼带着我们出逢甲夜市的任务，希望新的一年可以给台中的朋友们红包。我们送给台中朋友红包，又是一个新朋友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走才会有？很多人。Let's go, let's go， 跟着强尼走，看。其实越玩越多人，因为其实通常逛完夜市，就夜市啦，都可以说夜市了，大概五点来。好的，大家抢你配对的那一个女生有追她，阿 Q 有追她，原来她非常猛烈的追求。哇，那她现在嘞？最厉害的是她抢到蔡依林的票到我们看。哦，好猛哦，好棒哦！她初三都要来这里找我。大年初三了啊，我们可以来啊！又要来，可以单身吗？没有男朋友。好，对对。是妈妈吗？不是，是保姆。哦，是妈妈哦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没有单身啊？他没有单身吗？双胞胎姐姐单身，我们赶快去找她。她双胞胎姐姐，她单身很久了。母胎单身吗？我们来帮她找。我们今天把一中街挖起来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单身了？单身吗？你喜欢什么型的？我们赶快去帮你找。够幽默，会穿搭高就好。幽默穿搭高。你几岁？18可以啊，成年就可以。异卵还是同卵？同卵，同卵，同卵双胞胎。有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妮妮，妮妮啊，妮妮，你的珊珊，珊珊，香香。我喜欢做什么？逛街，逛街。梦想，你的梦想嘞？开服饰店。我跟你讲，他有开服饰店。对，喜欢什么样的穿搭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比较街头会打扮。罗俊硕、啊，罗俊硕韩风的啊，多高？一百六，你要瘦瘦还是要壮壮的？不要壮，好，瘦瘦的就好。那你什么星座？巨蟹座，好好，爱家的，他也是，讲你也是，爱家的。巨蟹没有负评，对，没有负评。那、啊、你喜欢吃什么？甜的东西吗 ？OK， 甜的等一下买一个甜食来给你。好，强你走，我们去找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今天有没有单身啊？有没有单身？我家没有女朋友。好，祝你幸福，再见。你有没有单身？有了，我要来，我单了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几点下班？我要上奥利给！哇！下一次，好，下一次，辛苦辛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快点，丘比特先生，帅哥，你有没有单身了？我有女朋友，祝你幸福，拜拜！带她去，带她去认识那个双胞胎 ，Let's go！ 你单身多久？一年了，好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认识一个双胞胎姐妹的妹妹。她告诉你这一型的会穿搭 ，Yes。那你做什么工作？她是服饰店。做什么？新肉。警察。新肉。那是什么？新肉。新肉。请原谅黑男耳包。卖金子的。卖金银饰的吗？金饰。就金肉，金肉业。哦，金肉啦。我是金楼，我想明明叫银楼，为什么你要讲金楼？那平常喜欢做什么？看展。什么展？他的耳朵很像精灵。精灵哦，这里没有吧？精灵的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他星座嘞？水瓶座。你叫什么？泰勒。Taylor。对对 Taylor。走啊，跟我们走 ，Let's go。Go go go。你站在这里。想想，我找到了。我觉得不错，是社会上会穿搭的，然后他是金融业，干干净净，鼻子很挺，对，金融业，眼睛蛮好看的，我们去看看，背，哇，很好，现在呢，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香香，对不对？你好了，是
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妮妮，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 Taylor。那目前是金融业，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好，那我现在数到三，让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？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握手。对啊，穿搭还可以吗，妹妹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刘海可以吗？这是后刘海，头发很多哦，很棒哦。他是做那个理财的，他以后想要开店，你可以建议他，怎么样才可以存到第一桶金？你有存第一桶金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对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你要跟他，你请教他啊。OK 哦，那他喜欢吃的东西是甜食。我们等一下去买甜食来送他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可爱？有。是不是超可爱？你100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00。好啊，他就在这边上班了。你要探班可以来这边找他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交换一下 line。怎样？姐姐怎样？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没有，那没有，一直搞错。对啊，好啊，来，你们互看10秒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Go！可以，他喜欢吃什么？甜食。很好，他什么星座？很好，他未来要做什么？不是，有没有？他有在听呢、啊。虽然场面一片混乱，可是他有记得你的喜好什么的。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别那个感觉啦、啊！可以。哎呀，好好跟他当朋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打分数，我们要给他几分？可以啊，你可以。你给一个，你给9分了。哦，为什么会给9分？因为长得。还不错，干净，眼睛很深情。好，那你给他几分？你们加起来2。8.5。哦，是不错吗？还不错。为什么不错呢？是很腼腆的感觉，不会很油条。对，很真诚。好啊，可以认识啊。好，我去问他。OK。弟弟，那你会给他几分？9分。9分吗？蛮好的，为什么会给9分呢？就感觉还蛮乖的感觉。很乖，感觉蛮适合的。哦，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对。妹妹回来，好棒。他给你几分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7到8。9分。对啊，他就是说他觉得感觉你跟他蛮适合的，不知道怎么感觉出来的啦，可是要聊聊看呢，好不好？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互动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的互动 Go！ 哦，我脚好酸。好，没关系，我陪你。好，来，小心安全哦。跳，很好，转3圈，慢慢来哦。1，很好，再一个2，很好，最后一个。很好，好，放下来。太棒了！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一个就好，谢谢。好，没口味。那希望我们有机会。谢谢。那你要不要认真在帮他工作啊？加油！